猫突然站不起来，侧躺着。赵一强，职业兽医师。对于幼猫来说，出现突然站不起来、侧躺着的情况，多和猫咪的一些疾病有关系。首先，很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病毒性的传染病引起猫咪不吃不喝，导致的猫咪体况虚弱、脱水、低钾血症、低血糖症，从而出现站不起来的表现。其次，猫咪如果有一些呕吐、拉稀或者食欲不佳，通常也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，从而出现肌肉无力、无法站立的表现。而对于成年的猫咪来说，如果出现突然站不起来、侧躺着的表现，很大概率和一些心脏疾病有关系，比如说肥厚型心肌病引起的血栓问题。除此之外，很多猫咪在骨折的情况下或者跳楼以后，也会出现这种侧躺站不起来的表现。